便是慈悲爱众生。接下来请收看中华德育故事。兰姐，钥匙由你来保管吧。是，夫人。大家都赶了一天的路了，都早些休息吧。是是。嗯，嗯，两位施主，请在这间禅房休息。有劳了。他们就住在这几间屋里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咱也先找个地方住下，等晚上咱们再行动。嗯。真臭，快回屋了。哎呀，憋死我了。嗯，刚才那个人就是你没看错吧？没有，就是他。这小子还敢一个人出来。嗯啊，你们还在？钱呢？我他们藏起来了，我拿不到。我就知道他们会背信弃义，他们不给钱，那你去把钱偷出来。啊，我求两位饶了我吧。嘿嘿嘿，你忘了你已经吃下我的三日断肠丹了，如果明天你得不到解药，就会肝肠寸断，吐血而亡。我好吧，我去偷出来。哎，老天爷啊，我该怎么办？把钱偷出来，那可是夫人用来赈济灾民的钱。可如果不给他们，我明天就一命归西了。小乌龟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唉，我要是能像你一样，把自己缩到壳里就好了。说，你背的那张图放哪儿了？
在我房间里。马上拿出来交给我，否则我把你丢进池子喂王八。大侠饶命，大侠饶命，我这就去拿。这是七日化骨散，如果你敢耍花样，就别想得到解药，就等着七日后见阎王吧。我去拿。我就在这里等你，给你半个时辰。好，好吧。兰姐，不用侍奉我了，你去休息吧，这几天一定很累吧。夫人，没关系的。没想到我们这次出行果真不顺，幸好有你在，要不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是夫人的善念感动了老天，所以我们才会化险为夷。善哉善哉，都是打仗害的，什么时候才能安定啊？如果那些兵士们个个都能像岳家军一样精忠报国，死而后已，那我们的国土也不会沦陷，百姓也不至于受难了。是啊，可惜像岳飞将军那样忠心的人太少了。那是因为其他人没有明白忠的真正含义，忠并不是对某个人，而是对天下众生。岳飞将军能精忠报国，是因为他心怀天下百姓，那些叛贼背信弃义，是因为他们只想着自己。奴婢明白了。我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倒霉的事儿都让我摊上了？一个又让我去偷钱，一个还看上了我那幅画，不就是张画吗？给你就是了，干嘛还让我吃下这什么化骨散？这下倒好，又是断肠丹，又是化骨散，我可怎么活呀我？哎，钱箱又在兰姐那儿，她看得那么紧，我怎么才能偷出来呀？哎，有了。兰姐，出来一下。啊？兰姐，这画其实是夫人让我带在身上的，说到了青泥寺后，要让我交给方丈大师。哦，那你为什么还不去？我这不是，哎呦，我要去茅房，要不你替我送一下吧。好姐姐，求你了。这，那好吧。可夫人那边需要有人照看的。哎，没事没事，我替你看着。哎，兰姐啊，走假山那边，那边近，把头拿好了啊，小心点别掉了。你快去吧。哥，地图在那个女孩身上。我听见了。对不起，是您啊。这黑灯瞎火的，你一个小姑娘乱跑什么呀？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没关系，这黑灯瞎火的。钱箱呢？我记得明明放在这儿的。把他锁在房间里，别让他出声。一定是兰姐把钱箱藏起来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
不行，我一定得拿到钱，看来我只能强取了。快说，钱放在哪儿呢？夫人怎么了？不许出声，否则……好，我不说话。快说，钱放在哪儿呢？不知道，你杀了我，我也不会说的。你说，钱放在哪儿呢？我怎么知道啊？夫人，你要做什么？不许喊，乖乖的把钱拿出来，我就放人。哼，否则我就杀了他。好汉，求求您放过夫人吧，他可是个大好人呢。对，大好人。不要求情，求情也没用，我管你是好人还是歹人呢，我只要钱。这位大哥，我相信您不是坏人，一定是遇上了什么困难吧？请您冷静一下，我们有事好商量。对，有事好商量嘛。我说这些都没用，不要再跟我拖延时间了。我可是杀人不眨眼的强盗，快把钱拿出来。好，好，我听您的，我这就把钱给您。兰姐，不能给他，不能把钱给他。住口！您先放了夫人，我就给您拿钱。那不行，你把钱交给我，我便放人。这要不这样，我告诉你钱放在哪里，你自己去拿钱怎么样？少啰嗦，快点说。就在床底下，你自己去拿。你们都给我乖乖的待着，不许玩花样，否则谁都别想活。这钱是布施难民的呀。我去帮你拿烛台。好。你靠近点，什么都看不见。再往下点，往下点，你没听见吗？你要做什么？我以为举高点会看得清楚些。哼，给我。哼，我自己来。要是在我这里，我这就给您开。不要，不可以。总算到手了。别耍花样，都不许动。对不起，是我不小心把烛台打翻的。我来帮您装吧，只求您不要伤害夫人。好，你装。你。不错，我说话算话，今天就放过你们。不用你扶，你为什么要把钱给他？夫人，我……住口！不要说了，我真没想到你居然会把钱拱手送给贼人。兰姐，她也是为了夫人破财免灾啊。你别说了，
堂堂一个男子汉却贪生怕死，我真后悔为什么带你们出来。夫人，我哈哈，总算拿到钱了，那小子居然还跟我要解药。你怎么办的？我又用泥捏了一个药丸给他吃了。啊你们走吧，我不需要你们这样的仆人。夫人，夫人，其实我们有办法把钱追回来的。夫人，夫人，您没事吧？你去哪里了？刚才我拉肚子去茅房了。夫人，您不知道，刚才我遇上了一个强盗，逼问我咱的钱放哪儿了。啊，你告诉他了？怎么会呢？我宁死也没告诉他，他没办法就把我给打晕了。夫人，你们没事吧？那盗贼过来把钱给抢走了。啊，不会吧，那钱可是夫人用来赈济灾民的呀。哎，都怨他们只会贪生怕死，尤其是兰姐，不仅帮盗贼打开了钱箱，还帮忙把钱包好。这怎么会？兰姐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？我一直以为他对我忠心耿耿，没想到，哎，枉费了我平日里对他的恩典。夫人，您对我的恩典兰姐铭记在心，我之所以这么做是想保全夫人您的性命。保全我的性命？你知不知道那些钱可以救多少难民的性命？我看是兰姐你想保全自己的性命吧。我没有。夫人，您听我解释，我们其实有办法把钱追回来的。什么办法？当时我故意打翻了油灯，然后我把蜡油然后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你不用解释了，自己贪生怕死还找借口。兰姐，你走吧，我不想再听你说什么了。夫人，我可以容忍你的懦弱，但是我不能容忍你为了偷生向强盗屈服，并且帮助他来劫掠我的钱。夫人，可是……别可是了，没听见吗？夫人让你离开，快走吧。夫人，今天你为了偷生可以出卖主人，他日焉知你会不会背叛朝廷。我不会的，夫人。好了，我不想再说什么了，你走吧。你快点走吧，别在这里惹夫人生气了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你不用解释了，自己贪生怕死还找借口。兰姐，你走吧，我不想再听你说什么了。夫人，我可以容忍你的懦弱，但我不能容忍你为了偷生向强盗屈服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喜子的衣服上会有蜡油？夫人，您为什么要赶我走呢？这下我们有钱了，要不咱这就下山去吧。哎，急什么？听说明天方丈大师要讲法，一定很热闹，咱在山上玩两天，反正不着急。哎，好。相信我了，如果是喜子抢走了钱，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老天爷，求求您帮帮我吧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啊，
怎么了，小姑娘？为什么一个人在这儿啊？先生，我被夫人赶出来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小姑娘，别哭了。如果你真的一心忠于主人，那就不应该逃避，应该勇敢地去面对困难，去擒拿盗贼，把钱追回来。可是我……我知道，你想说你势单力薄，对吗？嗯。跟你说实话，其实我并不是说书的，而是皇上御封的钦差，在这里负责巡查判当、擒拿盗贼的。哦，您是钦差大人？对，我想这件事没那么简单，我也帮助你去把幕后的真凶找出来。谢谢大人，可就我们俩？呵呵，不光我们两个人，你等着。是他们。是中华国际失实协会。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，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，为此慈悲置业成立中华国际失实协会，推广大乘佛教上供下施之慈悲法门，体认世尊施设此法之慈悲本怀。如此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，布施者亦得福，实为名扬两利之善行。修施食与烟供法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，不仅布施六道众生，可以增长布施者福禄寿财，生生世世福寿长，善根具足。也因为布施鬼道众生与众生结善缘，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，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事业有所注意。国际万场烟供自1004年4月11日起至2011年4月23日中午止，海内外共30万3025场。布施蚂蚁小鱼自2005年5月21日起至2011年4月23日止，海内外共12311次。世界越来越快，他们却越来越慢。思考慢了，岁月也慢了，他们越来越远。在100万次的拥抱中，彼此的生命变得不一样。华山基金会邀你一起帮助老宝贝。台湾佛教僧伽终身教育学会举办僧侣善巧助人系列线上课程，报名对象现佛教僧众，每堂限50名，费用由学会供养。报名日期即日起至每堂课前1周额满为止。报名方式网络报名，
说服 w.absle.org/trainingg。课程内容详见官网，洽询电话02-2747-8687 02-2747-8687。台湾佛教僧伽终身教育学会。立花寺の亀石な柏原神宮。奈良是日本佛教最古老的发源地，那我们今天要去参访的这座飞鸟寺里面供奉的就是日本第一座佛像。寒梅绽放在凛冽的寒冬中，是瑟瑟冬日里带着一抹清香的颜色。奈良是日本最古老的佛教发源地。飞鸟寺它原本的名字叫法行寺，然后是飞鸟时代的一个政府大臣苏我麻子他发愿建立的寺庙。飞鸟地区的飞鸟寺建于西元596年，供奉日本最古老的释迦牟尼佛。当时从百济迎来了佛舍利，政府大臣苏我麻子便发愿建立了此寺院，最早称为法兴寺，有佛法兴盛之意。随着政治中心迁移，曾经香火繁盛的大寺院也逐渐衰落。飞鸟寺现在面积如一小巧宁静的院落，但在最初是一座东西长200公尺、南北长300公尺的大型伽蓝。飞鸟寺曾遭数次祝融之祸，大佛也曾暴露在室外，任由风吹雨淋，破损严重。直至后来，有人为了大佛造了现在的佛堂，称为安居院，佛像才得以安顿。现在佛像上仍能看到修复的痕迹。现今飞鸟寺已不复当初的繁盛，它静静地藏身在奈良飞鸟地区的村落中，观望世事千年，一生浩然，铭结在心。